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好像好点。晚上好，老铁们。在哪儿啊？哦，我还是在那个，在民宿啊，在那个民宿啊。哎，我们刚到家，没吃饭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在外面待了一天，老铁。在民宿，是的，是的。我不知道，就是有点像感冒了，其实有点像感冒。感谢没有鱼老师和小 LG 老师，感谢 LG 老师，感谢没有鱼老师，感谢冻柠茶，扔了吧。感谢豆梨茶老师，感谢感谢微末啊，感谢各位。今天带他们出去玩了一整天哦，累毙了。带阿姨和姥姥出去玩了一整天，真是整整一整天。是的，老天爷了，走了一天，老铁。喝点水去。也是，水感谢你们，感谢麦芽汤，感谢麦芽汤，感谢麦芽汤，感谢大人老师，感谢大大。感谢我大大，感谢各位。这个杯子是吧？对 ，OK。那是我的杯子。这个是吧？不是。哦哦。那个。感谢我们这句不用加，感谢我们不是我鸟，感谢我们荣誉全席。人堆里容易感冒是吧？没有，前两天就不太舒服，但我一直以为 是喉咙有点痛。对，我以为是太干了。感谢我们亲王 DJ。然后前两天是头很晕，啊，我以为是因为升温。会是溜肝吗？那个不会是溜肝吧？感觉不起来。有没有劲儿？但是我不怎么流鼻涕啊，不知道有没有劲儿。把底子推推。但是我不怎么流鼻涕。情人节快乐！感谢一米老师。感谢各位啊！我刚刚没看到，因为我昨天买了药，我有喝。因为我昨天感觉有点不舒服了，我就喝药了，但是没什么用啊，喝完。是不是？直接搞个东西把它扒着。感谢我们妮妮加奈儿，感谢我们大林老师。我们出去玩拍视频吗？不刚发吗？你是一点不看啊？感谢我们小宋啊，感谢我们新街边，感谢我们小表情啊。我看我今天走了多少步，感谢我们睡懒觉啊。妈，你是一点不看账号啊？怎么看我今天走了多少步啊？医疗健康。不是医疗健康。我感觉今天起码走了3万步吧，没有1万多吧，1万多是吗？感谢我们看不见老师，看不见老师，感谢我们看不见老师的小花，清明节快乐，起码2万步，哦，就是我们要走回，我看的时候是我们在，哦，那个头像那一块，哦，是吗？感谢我们看不见老师，好多老师，好多好多的小花花。感谢我们 little 样啊，感谢我们陌上啊，感谢我们 little 样的真情萌动啊。感谢，感谢我们后台北，去哪里看？感谢我来，感谢我们鲶鱼矮姑姑，谢谢各位，大家情人节快乐，情人节快乐。别说话了，妈呀！13000，哎，我怎么才13000步啊？怎么可能呢？我妈妈16000步，那我们差的不多啊，我和阿姨，我们都是一起走的，怎么可能差？怎么可能差3000步？一定是我手机出了问题。是的，感谢我们大大，感谢我大大，怎么只有13000步啊？我感觉我起码走了4万步。今天去了那个橘子洲头。感谢帝王老师，感谢大力老师，会有点卡，哦，不好意思，因为在充，先不充了吧。先不充了。感谢李崇志老师，感谢我们 J1，感谢我们大力老师，感谢我们李崇志老师啊。感谢各位。
我们今天去了那个橘子洲头，什么我腿长，得了吧，那你应该更少。你是多少步啊？我没开。哦，你没开。不是，就在这里。哦，腿长步数就少，好吧。感谢糖醋香肠，我刚刚还咳没这个咳，那他是怎么咳的那个？那他是怎么检测那个步数呢？我不知道啊，抖动吧。哦，频率是吧？频率吧。感谢我握起黄桃罐头。腿长步数会少，真的假的？吃点黄桃罐头。吃点黄桃罐头。吃点黄桃罐头就好了。感谢我姐姐。今天去的橘子洲头和岳麓山。我们先去的岳麓山，然后去的橘子洲头。对，去的橘子洲头、岳麓山，你们都超级多。你们真的不知道有多少人，哎。主要是有很多那个，主要是很多。主要是有很多那个，主要是很多那种没有素质的，还很喜欢在。主要是有很多那个，主要是很多那种没有素质的，还很喜欢在。你走一步，别人走两步。感觉这个样子，白衣服显黑呢。给他做溜肩儿呢，老铁，给你们看看人。后面暖和，硬的不行，硬的就得往下贴，晚上能溜。刚卡是因为有那个电话，有电话进来了，有电话进来才卡的。他就是要肩膀这个样子。你真不知道有多少人。我给你们打个比方，我们五点钟到了那个橘子洲头，啊，五点钟到那个橘子洲头，然后8点钟出来的，嗯，下午5点到了橘子洲头，8点钟出来的，然后我们只看了5分钟的毛泽东，就是毛爷爷的头像。嗯，好吃的。就是3个小时我们只看了5分钟毛爷爷的头像，然后其他的时间要么在走路，要么在等那个观光车排队。你上次去也是是吧？真的很多人。但是有的人他只有这种，他只有这种叫什么？好吃吧？他只有这种就是放假的时候才会去那个地方呀。嗯。你平常。不会去啊，我们两个平常自己不会去，而且今天天气特别好，有点热。我上次去了没人，都是车在等我，是吧？那是你那个叫什么？你平常的时间肯定去就没人啊，但是你如果这种放假的时候去，肯定是有人的。太多了。我暑假去的时候没排什么队，是吧？你看看时间吧，有就是工作日可能人少一点。湖北好热，像夏天，今天真的很热。你不舒服吗，宝宝？你旁边躺着吧，我说就行了。我上次大家去大夏天去也没人是吧？大夏天热得要死，现在是长沙天气刚开始好。进得呼呼的。是因为在做饭。对，有杂音是因为在做饭啊。在做饭。红红的。说明我要回。等一会儿吃饭，坐观光车，当然坐观光车了，老铁。你去那个橘子洲头，你不坐观光车，你要走4公里。4公里要走多久？还有点感觉，有点。不像发烧了啊！我看一下是不是发烧了？没有发烧。你手太冷了，发烧倒是没有，没有发烧，脸红应该是毕业的。
脸很红，因为嗓子一直不是很舒服。嗯，就是很，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那种感觉，就嗓子很不舒服，然后想咳吧，就是又不想太咳，不想咳吧，完了那又想咳，就一直卡在这儿，就会那个，咳嗽咳不出来。哦，是吗？是咳嗽咳不出来吧？就是不太想咳，你知道吧？因为咳的话嗓子会很痛，就是你有咳嗽，你就想把它憋回去，就不想一直咳，早二阳过了，还二阳呢？早二阳过了，现在要阳的那也不是二阳了。对呀、早就二阳过了。但是说实话，我觉得不是阳了，因为我们阳的时候，我记得食欲很不好，是吗？对，哦，确实。但是我今天饿得要命，前两天和我妈去来回都走的路，老天爷，你真能走，光个橘子洲来回走起码要三四个小时。她吃了药了，昨天晚上吃了药。我昨天晚上和今天白天都吃药了。吃过药了，这是发烧的前兆啊。还好今天天气好。对，如果今天是冷的话，还真有可能那个。是的，今天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今天晒了太多太阳了，会晒晕了，会晒脸红。因为我有点过敏。对，他有点阳光过敏啊。对，你是吸血鬼吗？对。不一定是吧？快乐，不一定发烧。对，他有点紫外线过敏，确实是这个样子，有一点点吧。干了，所以我就没有吃药，没有干嘛的。对，但是我一下就好了。对，但是我好几天了都没好。就前两天直播的时候啊，你们记得吗？我说我嗓子痛，然后我第二天就好了，但是他没好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紫外线过敏是不用军训。是的，是的，我没有军训，身体太好了。但是我上大学的时候还是军训了。因为就两天，我又懒得去医院开证明。奥斯什么？奥斯他维。OK。我喝了一个治嗓子。哎。桌子上吃吧。去桌子上吃吧。没事，就在这儿吃吧。拜拜。没事，黄金街角，泡菜也在桌子上，去桌子上吃吧。好吃。自从我知道芋头，朝这边，好。芋头可以减脂，我以前都不吃芋头的。那你吃不了这个，你点这干啥呀？为啥呀？这辣的呀。那又怎么样？你不咳嗽啊？你毒攻毒啊！我就吃了一顿了。怎么放？放对面？对啊，放这里。等一下啊，好，你先吃菜吧。好，哎，这个整体还不太滑了呢，支架。是这样的。嗓子不舒服不能吃辣的啊，嗓子不舒服不能吃辣的啊。花生你不能吃，这点都不辣，没有味。哎，这底下有点汤，你知道吗？一见油它就一点都不辣。小红丸。怎么样？
珍珠，对呀，我一会儿吃面。这哪管得住啊，馋宝。馋宝。打了有电话。好、啊。打了电话。这边。这个是干嘛的？鸡爪子。嗯，鸡足。放哪了？我们家的五谷鸡足吃完了。你灭了。明天回。吃上饺子了，各位。啊、哦，好六斤。辣椒。好。留个明白吧，说个算了吧。总公司的轿子，今天不是高物了吗？啊、哦。这个不是很辣。这个是什么辣椒来着？这个不是、啊、这是剁椒吗？老坛辣椒，剁椒是剁椒吗？是剁椒。哦，这个一点不辣，剁辣椒，这一点都不辣，它是那种情人节快乐，老铁们，你们怎么过的呀？我们今天在外面待了一天，反正。头发回来了，身后回来了。这刚才让我回去嘛，一年不搞两次春节吗？睡一整天、啊。略过。在家过。我们迎财哦，今天也是迎财神。嗯。大部分都是躺过去的，得过且过，串门。一笑而过。OK 吧，看你们的生活还挺丰富多彩。哎，你们是单身就算了。有老公的也得过且过啊！哎呀，哥哥妹妹错啊！有老公也得过且过，你老公知道吗？暗示他一下嘛！你会看别人发的朋友圈，都说了转账了，有不如没有。操我头啊！点我呢？哎，姐，嗯，好了，冷面，嗯，给你那个。够了，可以够了，正好、哦、这次产检也过。我正在吃点酒。正好，正好，正好，正好。哎，这不说，这不说屁话吗？左左兜进右兜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买了礼物、啊。他给我买了个情人节礼物呢。嗯、这是干嘛的？都挺好的。喜喜娘娘，我看看你吃多少呗，大碗。点点。羊肉炒火锅，多咬点。哎，哪个是你姥姥的了？这个。这个。对，无糖的。不吃吗？嗯。你慢点，怎么了？您不吃吗？您不吃吗？一会儿您先吃。我给你们煮那啥，小汤圆。嗯，给他煮点就行。
我以为能和摩兰一起过情人节是你的弹幕呢，啊，没想到是你的名字。打听一下买了什么，我也不知道啊。等会晚点回去看吧，不让我看。喜欢。前两天就到了，不让我看。我很早就买了，然后结果他这两天才送到。他是这样的，放在门口。放在门口。他那个东西放在门口，我说这是什么？他说没什么。你管我呀？没有。第一次你第一次问我这是什么，我说没什么，然后我就丢进去了。你第二次才发现，嗯，然后你又问我这是什么，我说关你什么事。我问他这是什么，他说关你什么事啊。有点累了。嗯，你吃一个吗？不是，我吃面。太阳蛋，太阳蛋。有点累了，各位。社会上的事少打听。谁打听了？什么赫莲娜、啊、老铁、啊、就是他们第二次包的。我的目标是我35岁的时候用一个赫莲娜。我真的给他买赫莲娜不是在讽刺他吗？哎呀，年纪大了还用这个啦。差不多吧，差不多吧，35来不及了吗？真的啊，30吧，30差不多吧，30就得开始用啊。我的老天爷，真的假的？要早点用吗？真的。我、哦、抗妈，你们真了解，抗初老要趁早。哦天哪，好，30之前好吧，30之前。那要不给米米也用上吧？现在米米已经30了，不是要趁早吗？他现在也不小了，怎么70就还开始用了？你不用，你有小男孩。我已经给自己建了定，我已经给那个给自己定上目标了，30之前好吧？到、啊，用上赫莲娜，没几年了。你知道啊，人家只是看不到弹幕而已，不代表人家不在啊。饺子够吗？啊，够了。够了。够了。留着肚子是不是一会儿要喝那个了？啊，对。吃完了没有？还没有呢，还有好几个呢。好吃，很脆的了，脆脆嘟。
食欲还是很好嘛，看。哎呦喂！哎呦，飞出一个屌子。对，是的，都煎掉了。这个怎么这么黑呀、啊？洗浴中心。没。主播怎么不怼我们？是不想吗？急什么？少今天一天吗？少今天一天吗？你。我已经熬了，早啊。嗯。主播推荐的味加凉皮。吃呗，趁热先吃呗。味加凉皮真的很好吃。真的好吃。但是我前两天刷到了味加凉皮的老板，在西安盖的大别墅，不好吃了，不想吃的。凭什么别人陪伴？哦，今天去不爱老板里面打鸡蛋哈。啊？记得不要打鸡蛋哈。可以打鸡蛋。那么他说是你不爱，你不要打鸡蛋。我什么时候不爱吃鸡蛋？不要理他、哦。他都可以其实。其实我就说了嘛，应该打点鸡蛋好。那外面的那种，他外面那种米酒，他为了省钱，他不打鸡蛋。我是不喜欢吃有馅的汤圆儿，有馅的鸡蛋你也不喜欢吃呢？对对对对，我喜欢吃里面蛋花的蛋花儿。就喜欢打蛋花的。哦哦。你以为是吧？谁家都知道我妈放荷包蛋，没听说过。是吗？你以为是荷包蛋吗？不是啊，我以为你不吃。好的，那我明天不吃了，吃吧，吃吧，哎呀，吃吧。关你什么事啊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你伯伯对你好吗？你婆婆对你也很好啊，关你什么事啊？你没有婆婆吗？姥姥不吃吗？姥姥一个，姥姥要煲电话粥了。这个小姐妹，我记得拎饺子啊。嗯。我觉得饺子就不用倒腾，直接连着盘盘端，提走就行。其实今天都没有看出是我们在哪儿供的饺子吗？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啥呀？冻的饺子，我就放塑料袋里面，直接往冰箱里放。它还不会拿出来一组粘在一起，粘不了。嗯，饺子好吃吗？饺子好吃。哇、哦，人家这里边有料，看，对。牛乳茶，不用放了。哦，它就是什么奶茶汤圆，可以不用放这个呀？不用放了，因为在那个那啥里，哇、哦，好小，就是带馅儿的那种汤圆。嗯。就你长只手，就你长两只手，知道打弹幕，就你长两只手，哎，真厉害，真厉害。哎，吃饱吃，妈吃光了。过瘾是吧？一大碗面。吃完了他，说的就是要一大碗，吃溜干净的。哎呀，其实今天就吃舒服了吧？嗯，吃吃溜干净的，老铁们，真能吃。很好，食欲反正还是很好，食欲很好就行。刚才快把我饿死了。然后买了根淀粉肠吃，在景区了，
自己去买俩，买三根淀粉肠吃。一个淀粉肠要我哎，他食欲没有不好过吧？有啊，阳的时候，阳的时候叫什么？食欲不好。因为它是在那个橘子洲景区里面，所以它会贵啊，5块钱一根。5块钱一根。嗯，景区。去卫生间。去卫生间？不刚吃完吗？还好吧，应该还好。得有点渣渣。芋泥小圆子。芋泥小圆子。嗯，但超市里没有。对。感冒药和消炎药还是一起吃，可以啊。什么？出汗啊，再回去吃个药，他不有点不舒服吗？又闹肚子？没有，他不是有点感冒吗？哦。今天出汗把外套脱了，哎，没脱呀他。什么东西啊？他今天没有脱外套，我还说他怕他那个那啥的，出汗出的脱着外套，凉着了，他没有脱外套呀。没有，前两天他有点嗓子不舒服了。回去喝个感冒药。嗯。这大过年的，你要感冒好几天。他从小这个身体啊，真的是体质差的要命。体质差的要命，还长这么高、啊。现在感冒很多是吧？在那边长沙这个天气很神经啊，忽冷忽热的，突然就暖和了，突然就又热，一会儿又冷。没有，没有上厕所，没有上厕所，嗓子没有痰，难受。过两天又要降温了，对呀、啊，过两天又要降温了，过两天要那个什么冷空气南下了。再一个就是我们很久没有出门了，嗯，很久没出门了，很久没有见了很多人了。不是，难怪老吴看他把，因为水少，我看他把。那你是的，社恐吗？放心吧。水少，你后脖子都假的。对人过敏，对陌生人过敏。社恐把自己就是那个了。但我觉得皮肤吗？都了，正好。啊，你觉得都了？我觉得虽然体质差，但是身板还可以。谁身板还可以？我呀。中间排队的时候，有个大哥在我后面，他紧着想往前面走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他前面有他的朋友，一直给他招手。嗯，我就死不让他过。我说凭什么来？我说你们为什么不一起排队啊？我死不让他过。他在后面一直在那往里面挤，我就是站着，我就是站着，他在后面这样偷偷挤，偷偷挤。我回头看了一眼，他不挤了。然后我回过头往前走，他又想往前面蹭，我就一直给他卡着。他推我，死都没推动。你用你的双开门大冰箱挡住了。嗯呐。因为我们俩站在那里就是很高，他排队不是一条道嘛、嗯，我们俩就是站在那之后，后面没有人过来，嗯，因为很多人都想插队，特别是那种带小朋友的，
他就是我不知道是什么，就那个小朋友就是自己会往前跑。有一个今天在那里自己给自己演戏的，特别搞笑，特别搞笑。那小朋友就往前面挤呀、啊、挤挤，你知道他小嘛，所以他能从那种缝里面挤到前面去、嗯。他带了三个小孩，对，带了三个小孩，三个小孩往前面往前面不停的钻，不停的钻。他也不阻止他们，对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小孩在前面，我小孩在前面，小朋友照顾，照顾。哎，你们别走啊，你们别走啊，就这样子往前，拉拉走了二里地去。老铁，就这样子插队，老铁，光明正大插队。后来还有一个小孩想这样往前冲，然后我用脚把他憋住，就他想从我这个侧面，就腿这个侧面往前面钻，我就把脚就是贴在那个旁边栏杆上面，我就这样卡着。”那小朋友是动了两下没动了。那个还有这个吗？没了，没了。最后一瓶吧，最后一瓶。好喝是吧？拿过来的。到时候我喊他给你记一下。妈妈真大，口气真大。这我们上了吧？上了，那让你记一下呗。又不是没事。今天回的时候拿回去扔在箱子里边。好。因为明天中午。本来就是打算明天中午我和你姥姥的中午饭。为啥不咱俩吃？啊？为啥不吃？明天中午准备就是那啥，明天中午就是跟你。可以吃啊。我们早晨不吃。早晨不吃。早晨我有那个那啥，就那个奶昔。帮你快走一个。哎，我生病了，别用我。没事没事。有事吧，还是有点事吧。对，万一有细菌，算了算了。自从我健身以后，我的抵抗力真的是好多了，是吧？好多了。以前我也是，天天的数不舒服，咋不舒服？而且跟你们宣布一个喜讯，我的妈妈现在可以穿XS码的衣服了。去年过年回去买还是 M 码 ，ML。L 号 ，L 码。我看今天走这么久的路，就阿姨没说话。我们三个都累了。真能走哇！我们两个，我们三个人都疯了，还老了。我最后上台阶都是一路跑上去的。你真的老了，一开始还说说，不累。老婆可能走路。对，一点也不累。那后面这。你们能走吗？今天？我们说可以吧，我不是说可能走路。你们今天你们两个有一种要走死的感觉，肯定要聊。哎妈，喝水不是吧？把那个水拿过来。不用了，我去拿吧。你去拿吧，我去拿吧。顺便帮我倒点热的进去，谢谢。鸡爪挡肉，我可以吃一口。什么？我正好看了道字，有个弹幕。有个漂浮啊，老子没看，刚才有个漂浮我没看到，我眼睛不太好。明白，凑这么近就没看到，倒回去呗。鸡爪是超级长肉，我可以尝一口，少吃点吧，尝一口。这很辣，这个很辣。我妈妈能吃辣吗？你忘了，我告诉你，那火鸡面我要放整包料吗？哦，对哦。花花怎么？花花送给什么厉害的阿姨？那个弹幕。哦，谢谢啊。谢谢老师。把这个花，这个花，阿姨送给你的。是吗？谢吴老师，感谢吴老师的花花。长大厉害的。这样。给你比了个心啊，给你比了个心啊。橘子洲头确实什么没搞，是的。哎呀，我的天，也是啊、全去看人去了。其实岳麓山也什么都没搞，对，什么都没有。就是、这个、坐了个车上山，就是我跟大家说，岳麓山就是除了秋天，大家都不要去，其他时候。就是秋天好看。对，因为秋天好看。嗯。哎呀，我看。其他时候什么都没有。那么多人看，差点疯了我。
我们主播一是假期的时候千万别去岳麓山，千万别去。嗯，橘，我觉得橘子洲头还是值得一去的。嗯，假期要去，纯粹是踩坑。但是如果人太多，就不建议了。纯粹踩坑去了，真的，自己给自己挖坑了呢。对，橘子洲头也就是去那个雕像里拍个照。对，雕塑。其实它还有很多那个路上会停的地方。还有什么？其实那大草坪挺好，挺好。对，咱们没有时间了。对，时间太紧张。因为我五点就到了。还有那种什么非遗展览馆，其实如果你们趁人少的时候去的话，你买一个那个车票，它可以每站都停。对，然后你去走一圈，然后再去坐车。但是你像我们现在人多的时候，你下一站你就得等半个小时。对，下一站你就不敢下。嗯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那个车过来之后，他有的人不下，他们都是奔着那个最前面去的。所以不下，他不下的话就没有座位。嗯，你就在这等很久很久。四月更好是吧？岳麓山开春的时候，开春的时候也没花。开春和秋天吧。嗯，开春的时候也没花。要走很久才能到坐车子吧？确实，对，确实。秋天是没花。好了，哎妈，菊姐，你再拿个小碗去，没成。我不要了，这是啥呀？白糖。白糖。白糖。对呀。哦，得放糖呀，要不然酸的你咋喝？有些酸奶。你不喝这个吗？我不喝，还有了，锅里还有。你喝不喝？四月了，我不喝。锅里可以尝一口。等你剩下的给我喝。你喝吗，七？我不喝，我们俩喝一个就行。我吃饱饱了。锅里还有。姥姥，你快吃吧。嗯。对，咱还有饺子。对，还有饺子。这个菜还是可以的。这不错吧？我就是泡没菜，你点了个这个，正正好好。嗯，怎么？去拿勺子。我去给你拿。没事，去拿。去六婶那儿。来，筷子掉了，看。拿纸擦一下。哎，他要用勺子了，就把那个筷子拿过来停了。他这个还是讲勺子。这个勺子。哦，可以啊。也尝一下，这是小干巴。也尝一下。一会儿机器迷糊了就。最后一饺子吃了吧，最后一盒小三搭。嗯，再给你两个饺子吧。我去吃，你吃到了？他吃饱饱了。我一个吃了有十个。胡说八道，这有十个好吧？有十个吗？没有十个，有八个。那还多、啊？差不多，挺多的吧？我小时候能吃二十多个。那你是你？哦，小时候一顿能吃二十多个。二十六个。嗯。就是大饺子，怪不得长这么高呢。嗯，小时候也是往死吃。看来我没有长这么高，是因为我没吃饺子。我不光吃饺子，什么都能多吃很多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小饭桌有一个小孩子啊，二年级的小孩子，那个小笼包子我包的，比这个大一点。嗯，你才吃了多少？十七个。吃十七个小笼包。啊，好吓人！那谁，小胖啊？老陈，我不知道。你要不要吃那个？加块糖。你家上午吃。十七个。我感觉小笼包更撑一点。嗯。造反呀！造反！啊，你要用是吧？不，我要洗。你吃饱了？吃饱没？我说你吃饱了。我？嗯。没事，让你老先吃，我先把家收拾一下。你吃不了。机器啊。嗯。那三个小圆子给你吗？不要了，你们喝吧。不到十岁能吃十七个？嗯。我不行。我现在吃不了十七个。说不说了？我上大学差不多能吃十二个左右。上大学？嗯。那不是前两年吗？对，大一的时候。
我觉得现在你们两个人加起来也吃不了十几个。那吃加起来应该能吃得了十七个吧？说的都怕了，两个人加起来连十七个饺子也吃不了，怎么撒？不是，包几个了？包着。没有吧？还有勺子吗？有。算了，我用这个呢。这个呢？可以可以，用这个。嗯，这个他用这个小勺子，能行吗？可以。那刚才我用了的。嗯，可以。是我用的，我白奶油的。嗯。小汤圆煮来就这么大了。热上冷，热上冷足啊，吸的水就变大了。刚才我进门想说，然后一下子想起来，一会儿要上去放炮，我说那一会儿再放啊。嗯。这今天初五，就把我们没放了，没放的。初五今天吗？对，是啊。今天初五，你没有发现今天放炮的人特别多吗？那已经从早晨开始。初五了，初五了，所以今天要。他是小龙八十七个小意思。谁呀？谁说的？我倒没看谁说的。所以今天要洗洗澡，洗洗头。今天就是破。你真能吃。这些梁美老师，你真能吃。你是不是也有1.85米啊？蒙兰说的。哎呀，我只是皮。你只是皮，你就吃面皮儿呢。我先休息一下。蒙兰能吃包子吗？啊？熊猫能吃包子吗？熊猫不吃肉。韭菜也不吃，就是吃竹子，吃那个那什么笋，吃窝头。你自己吃十七个吧，推到蒙兰身上。胡萝卜、苹果，这就是他们吃的，不吃肉。面皮不咸不好吃。熊猫不是杂食性动物吗？杂食它不吃肉。是吗？嗯。熊猫是吃素的。是啊。吞金兽。他们说吃肉哎，啊，食铁兽，他们都会吃，但现在一般不吃。你以为是你跟你家人要压岁钱了？吞金兽，食铁兽，以前蚩尤的坐骑。哎，他吃肉，他不吃肉的话，可以把我们今天买的淀粉肠给他吃，反正也没肉。给谁吃？熊猫？哪有熊猫？做梦了？没有熊猫？对啊。我是在讽刺我们今天吃的淀粉肠里面没有肉，全是粉。好吧，我吃汤圆啊，这个是芋泥味的，因为我不喜欢吃黑芝麻，我不喜欢吃黑芝麻的，所以买的也没有那种小小的没有馅的，所以就买了芋泥的。嗯，淀粉肠本来就没肉，好吧，是不是错怪他了？对啊，不然它为啥叫淀粉肠？我以为它好歹起码能有一点肉呢。那叫肉肠。啊，那就是淀粉啊，全是淀粉。但其实比起淀粉肠，我更喜欢吃那种便利店的那种烤肠。对。台式烤肠。对对对对对。因为我小时候我们家是买过一大袋吧。对，给你专门就是做手抓饼。嗯。然后有的时候我自己拿筷子和叉子在火上烤。嗯，生烤烤吃，或者油炸一下。嗯，哎，你建议吃那个就是油炸那个手指肠，最爱吃那个。嗯。六味斋买的那个。对。特别爱吃。那个炒的好好吃。黄色的是鸡蛋花。嗯。刚刚打进去了。蛋花对。蛋花。你们喝了没？喝了。没喝吧？没喝。没有。不喝吗？不喝。但是这个有点甜，嗯，甜。我是不爱吃这个。这个不放糖不好喝。但这个跟我们那边不一样，你明天可以把那个背回去。啥呀？那个包子。不用。甜酒。不用不用，拿回你们那边。就放坏了，别不弄。我们家里边好多，你老得自己。我跟你说，那个醪糟呀，你放到冰箱里坏不了。放十年也坏不了。坏不了。放十年也坏不了。坏不了，它是越发酒越多。哦，姐，我告诉你，不用煮汤圆，你就这样把冷水把那个，你不煮汤圆，熬开了以后，直接打上鸡蛋，一打鸡蛋就可以，就不用煮汤圆，嗯，直接那个喝就可以，挺好喝的。
不煮汤圆儿吗？就他能听懂就行了。哎呀，差不多。咱能听懂就行。妈妈，这还有两个饺子，吃了吧，正好。再喝两口水。不开车了呗，大不了等会就把车停在这里。哦。不开车呗。这玩意儿能有啥酒精的？老天。这玩意儿有酒精吗？这玩意儿哪有酒精的？不知道。实在不行就不开了。有，高总是米酒做的。嗯。晚上快拉倒啊，嗯，不要存在侥幸心理了。有，把车停在这里就行了，反正明天还过来的。嗯。我直接干什么？我骑个共享单车回家。嗯。骑个电动车把他都带过去。嗯。对了，哎，这个芋泥的汤圆还可以。还可以，因为之前我说我不喜欢吃带馅儿的，在那个超市找半天不带馅儿的找不到，嗯，是吧？嗯，现在太少了，买那种小圆的。嗯，找半天四个人那里找不到，找了个那个就是不是芝麻馅儿的芋泥馅儿。要米米接我们，你得了吧。啊。有水果馅的。有。有，他小时候就爱吃。水果馅的。嗯。但是太甜了。好甜，只能吃两个。嗯。再多吃就腻。因为是果酱。他那种不带馅的就这么小一个。其实它里面就是果酱，嗯，好腻的，我不吃。小时候就是给他买的吃。嗯，就这么小一个，那种不带馅的。然后就很多很多个，对，小小的珍珠小圆子啊，有点像那个珍珠奶茶里面的珍珠，比珍珠稍微大一点点，说不出，嗯，但是有卖的，只是我们那天在超市里没有找到，对，那个商场应该没有，那个超市，嗯，我们今天不是爬山吗？嗯，还好你不是上厕所去吗？啊。然后姥姥还看旁边一个老太太说：“你看，这个绝对年纪比我大，身体真好，爬到现在。”我记得我们出去玩，你姥姥爬山，人家都说的给你姥姥要发一个奖状。哦，姥姥好，真行，真是厉害。姥姥真行，比我们厉害。哎呀，你不要爬黄山，我的天！我拿那个拐杖纯粹是多余，这个手嘎夹的，完了这个手，你姥姥最后不是爬不上去了吗？嗯。他的身高，这个胳膊肘正好能顶住我的胯。啊。我这个手扶着他。扶着上去的。顶住我的胯，我那连拐杖也没有，就那最后一脚，我把他也扶上去。哦。下也不好下吧？我看你就是下的时候，他那个要是缓一点还好点，那坡。你要是抖了，我就下不去了。怎么不坐车一下？啊？不坐车？他就坐到一半儿，你得往上爬。嗯。明白了。这个汤圆是不是特别甜？我觉得还好哎。哎呀，你说问一个你吃甜食的人是不是特别甜，不是白问吗？哦，说也对哟。你是越甜越喜欢吃甜食的人。哦。你说昨天吃的那个小点心，我们都吃见太甜了，你吃见就好吃。嗯，他可能问你心里甜不甜吧？马卡龙，我是。对对对。你看，我天哪！咋了？没事，我是我。我就吃了半个。嗯。就半给了他，我甜的我都吃不进去，太甜了。很厉害的，我很厉害的。八面玲珑心。我昨天给我买马卡龙，四个马卡龙我吃了三个，他们俩分了一个，姥姥吃不了甜的。啊，我是不行。吃完之后，我感觉我那个。吃完有个脑洞大开。
吃完之后我感觉我的血糖飙升的感觉，那种感觉确实头开始晕了，吃热他、啊、就是说啊，昨天跟那个还有半桶啥的苹果汁的带你的啊，不可能，那个48小时就过期了，是吗？蛋糕晚上赶紧得着个。他就是跟他们说，说他又喜欢吃甜的，啊，又喜欢吃辣的，还不长痘儿。就现在他吃的甜的了，小时候他就不吃甜的，像我一样。啊。小时候也是不爱吃甜的。现在也是，谁家自己不会买甜的吃，他也就吃什么好利来啥的，吃点蛋糕。好利来也分那种，好利来我只吃手撕面包，不是很甜，不是。嗯。他那个手撕面包我还行。嗯。或者是他家有一个，你知道四个在一起串那个丹麦烧，丹麦烧。啊啊。那个好吃，那个咸。他喜欢吃那个什么半熟芝士。放不了烟花了。咋啦？下雨了。下雨了。啊。下雨了。哦，下的好大。天哪！一下就下大了。我也看看。我去。今天下午那么大的太阳。看到没？到了，水打在上面。哦，还有雨滴。嗯。哇，好大声音啊！是的。你们听见雨声了吗？哦，哦，我看见了，底下水池子里面。对。啊，你站这儿看，水池子里面。就是靠边的水池子里面，哇，好大的雨啊！嗯，一下子下大了。哇塞，我们刚到家哎。哎呀，真的命好。哦，我们在外面的时候没下，还好我们回来了。嗯。哎呀，这还是挺往回跑的了。嗯呐。不然的话，完蛋了，得浇坏了。好大的雨。太原下雨了，这好看。我买的，阿姨买的。这个东西啊，你去橘子洲头买的话，要比价，要比价啊！卖这个都太多人了，有的卖15，有的卖10块，还有卖20的。这个最便宜的10块钱。10块。这个买的10块，我觉得你如果有时间可以跟他磨一下，他可能15块钱两个都会卖给你。哦，确实是。像遇上这种情况，他巴不得你赶紧都买完。是。你要是晚上走的时候去买的话，肯定还真的有可能会的。我觉得15块钱两个不行。也不一定吧。他会17或者18。嗯。但我觉得我买的够便宜了，看到有人8块买了一个。火锅店嘛，上面是什么字啊？一个是橘子洲，一个是长沙。橘子洲。翻面。长沙，嗯，就一样的，也是长沙橘子洲，一个红色，一个白色，对，一个小的，一个大的，嗯，小的和大的价格是一样的。我还以为写的节，你谁卖这扇？谁在在橘子洲头卖写的节领两个字扇子？你神经吧？我到一个地方就要买一个纪念品带回去。有人买吗？人家问这啥，这两字啥意思啊？哎妈，这写节那两个字的。躺着吧，王八。哦，底下写节那，上边是毛主席的头像。你说你们？哎，那可是别了。那个橘子洲，吓死！不是长沙那边那个大的，啊、嗯、啊、嗯，是有一个毛主席头像。那可帅了吧！这个小的可以，小的上面什么都没有。你买行，我出一个扇子，不要15，不要10块，便宜点，20卖给你。哇，好大的雨！我知道还会下雨，没想到这么快就会下雨。嗯，看今天天气热到什么程度，开开窗户都不觉得有风。嗯，
那我们一会儿点两个仙女棒意思一下吧。加点。嗯。正好你们马上走，长沙就降温了。就这两天好天好天气。我以为明天才会下雨呢。哦。那我们来了以后天就没那么冷了。嗯。走了以后你们又开始降温。对，是的。说明我们就是真的赶得挺好的。妈呀，你们这弹幕真是有够延迟的。现在孩子说我是卖扇子那事啊。真的，你们的延迟超级厉害。妈，延迟太重了。这种天气睡觉一定很爽吧？天气睡觉？你什么天气睡觉不爽啊？哎，你这么说倒也是。谁用的充电器了？哦，我用了。你用了？嗯，在这儿。给他拿走。我还嘴里谁用你的充电器？吓得我一跳，我还以为是房东你偷走。当时也不会这样。你姥姥已经疯了。是我延迟？哦，好吧。200块钱呢？哎呀，你老婆出去不整点不整理自己的东西，把充电器能丢了啊？充电器丢了。结果又去他那儿买了个卷装的。哦。说他，其实你不用了吧？我不用了，你不用吧。天哪，大南门，是我童年的时候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地方。因为那里都是卖手机的。你拍的比他原来长得好看。确实。我拿着原相机拍的，没有用的。技术好，拍出来好看。嗯。是不是？看来要是造这个物体的话，是原相机要比美颜要强大。肯定啊。我们那里那个大南门里面都是卖手机的，然后那你为什么喜欢去大南门玩呢？我不是喜欢去啊，因为每次去的时候就是买手机，很开心。你去过几次啊？你怎么可能每次都买手机啊？没去过几次啊？没去过几次的，说最喜欢去的地方，就是很开心啊。然后那个上帝炸鸡最早的店也在那个地方，是吗？嗯。妈呀！你看，走一天路黑眼圈都中了。嗯。啊。走一天路黑眼圈都中了。嗯。眼袋都出来了。发现了没有？嗯。色素沉淀变得更加严重了。所以才开心。嗯。长得好帅呀。谁？你呀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没听见，没听清楚。没什么，我在说梦话。你长得一般。这下挺清楚了。看你其实好小呀，感觉比你小好几岁。嗯呐。好了，别笑了，别笑了，笑起来就没那么难。又不是我说的。啊，我说的。气得我直咳嗽。原来是气的。气的气的想美了美了。不好意思啊。不是那首歌美了美了醉了醉了。可能是身高的问题吧。给我一个。不给这个小的给我。又躺下了，躺平，又躺平了。不行，我还是没有研究出来那个怎么能发出去。发什么？不行，会员还是开不了。嗯，会员已经开通了，但是导不出来，就是。
我先用那个那啥吧。另一个是吧？不是，先用普通的那个那啥。嗯，阿姨又在剪视频了。我上春山。比我们更新的快。今天早晨刚接的财神。嗯，今天早上刚更新完。接了个米财神。阿姨今天早上去我们那边找的我们，因为闹钟没响，我们俩闹钟没响没起来，我们两个就是还在睡觉，直接我就杀过去了。我们俩还在睡觉，阿姨直接杀过来了，然后那个米米在外面疯狂叫，米米在外面狂叫。他不是就是如果有人他就会叫嘛，因为就在外面狂叫，然后你们以为是不是以为楼道里边有人他在叫，我以为是有快递你知道吧。 我以为是敲门了哈，我没听见敲门，他叫一般都是有人，对，他叫一般都是比如说那快递把快递放在我们家门口，我给你打电话来哈，对，我打电话说你快给我开门，我在门口。我跟他说我早上我被那个米米叫醒了，我说米米在叫，米米在叫，他起来就接到阿姨电话了。我直接说快给我开门，我在门口。笑死米闹铃儿，开玩笑，米米就是个门铃儿，他能咋地呢？米米比闹钟有用啊，肯定，说的也对。你说我就怕你们敲门敲不开，后来我就跟你姥姥说嘛，我说有一个办法，我只要一直敲门，米米就会一直叫，就会把你们叫醒。你叫声可尖锐。哎呀，那没有糖豆的叫的尖，是吧？哎呀，豆哥，我只要从那边骑电动往过一拐，他听见我电动车声音，老远就听见他车子上在那边叫。好，你回去的时候豆哥怎么不叫呢？叫，一敲门就叫，是吗？一敲门就叫。米米靠谱，行吧，当然穿了，真搞笑。问些鬼话。豆哥声音洪亮，洪亮。但是他也喜欢哼哼唧唧的，小狗好像都爱。小狗好像都爱哼哼唧唧的啊。不行。哎呀，我估计米米都疯了，都使劲往起跳，让我抱他。是啊。我往起抱，抱了一会儿放下不叫了，就不哼唧了。啊，确实很黏人啊。那说明他还是记得我吗？嗯嗯。还是记得我。嗯。要不然的话，正常的这种狗，他一般不让别人抱。嗯。哎呀，我抱他像泥鳅一样，刚来那天我的妈，抱也抱不住，滑的。滑的。对。有一次不是差点把他给掉下去啊，亏得我一下，我看他往下。摆的，我赶紧一蹲身子，他从我手上给跳下去的嘛，吓得我还别把他给摔下去。这米米真是啊，可能知道谁给他寄的快递吧，寄的小零食，妈，肯定是嘛。米米有一个点就是，比如说这个屋子里面有四个人。陪他玩了一会儿，然后就一个人都不能走了。啊，对，走一个他都会疯狂的叫，他挨个挨个在门口躲。不让走，走一个都不行。你陪他玩，你就不能走。对，是吧？对，是这个样子的。我忘记了。你说你们两个那天那躺一个，再躺一个，不走你俩就过来找我，让我抱，伸个手。因为我俩从来不抱。我只要一这里一脱手哈，他两个体积就这个就张开了。就要抱抱。是的，就像小孩一样。他现在越来越黏人了。他现在如果在窝里面还好，
只要在外面，它也不玩，它就在你脚边，我今天一进门，一定要抱，就变成弹簧狗了，弹簧小狗，嘣嘣嘣一直跳，真的很粘人。嗯，我们粘人米啊，这种狗就粘人。米米主打一个玩命意识，一个不少。说这个，你这个字一看就不是手写的，是啊，是墨，写这么好看，啊、都晕开了。我的老天爷！哎、他我没有让他看，就是平江的那个，就是用书法换吃的那个，就写书法、那字写的真好。是吗？嗯。妈，这手写我字写的有这么好就好了。其实是我写的。肯定是手写，你能看出来。谁写的？我写的。你写的？嗯。卖了有15块钱吧？当然了。原谅我不厚道的叫了。才卖15而已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是他已经习惯了。米米会粘，米米应该不会粘猫吧？还要跟猫打架。啊、哦，肯定会。这种狗狗会吃醋。它100%会吃醋，会吃醋。你抱着猫，它绝对会叫。是的，嗯，那发疯。会吃醋。你，它确实，它字确实比我写的好看多了。我字真是小学生，嗯，不是我说，我字真的丑。我们也买个这种扇子，在上面画个鸭子，卖20。那天我爸的那个拍的那个小零食不是，嗯，你知道他们做啥的？嗯，让他们在上面，让你们在上面画两只鸭。就当零食大礼包，让你们在箱子画两只鸭。写的都剪下来了。算了算了，都是家人，20块钱太多了，19.9吧。包不包邮？不包。我可是手画的哎。歹毒，不包邮不要了。没事，有价就行。别以为你在外面做什么坏事了，就急筹钱的。那倒不至于，有点夸张。他从小也没有让我操过那种心。是吗？嗯。哦哟。他从小就很省心，很自理。没有什么坏习惯。哎，没有。第一次让他就是上幼儿园，就是自己穿鞋穿衣服哈、啊，第一次都没有穿，像小孩不是就是第一次穿鞋爱穿翻嘛，嗯，没有，从来没有过，每天晚上自己刷牙洗脸，这记得了，在奶奶家，不记得，不记得了，自己刷牙自己洗脸，早上起来自己穿衣服，我还上过幼儿园呢，有啊，上过两次，你没上幼儿园吗？上的不是学前班，不是啊、哦，两次学前班，在奶奶家上的幼儿园。哦，完了上学前班，最后回去要上学前班的，上一年级的，结果年龄正好给卡住。太小了还太大了？他生日太小，是上一年级年龄不够，上学前班是。年龄又太大了，嗯。就我们说的，那就多上一年吧。我第一次我上学前班的时候，有一次那个老师做的饭里面有香菜，然后把我吃吐了。真的？对，他不吃香菜。然后我才发现我根本不爱吃香菜。吃吐了。嗯，他一开始连茴香也不吃，看见长得像香菜，就我们包了饺子，我给你尝一个，吃了一口，行了，爱上茴香。茴香是吧？茴香馅你不吃吧？我不吃，好像上次回去吃过。嗯，是吧？上次你们包过吧？嗯，茴香是有一股奇怪的味道。他还吃青椒，还给他包专门包过一次青椒馅的饺子。是吗？他应该不记得了。嗯，我不记得了。他不记得了，你不记得没给你包，你记不记得？你没有你，六环没有。嗯，确实确实，你还没出生。那确实，我还没出生呢，还没有飞来太远。啊、嗯，确实。他不记得了。完了包的那个，我爱吃香菜，完了包了两个，给他包的青椒馅饺子。嗯。我包的是香菜馅的饺子。嗯，把水喝了，快去。嗯，喝了水。快点，快点。哎，别说这个扇子还挺好看哈。是吧？我就是我，反正就是像我出去玩，我就不会买。去成都。这种。去熊猫基地买了个包包回家。啊、嗯。去那个那哪，
去长城就北京买的八达岭的那个刻的那个立的那个牌。嗯。这证明你去过了呀。你像我们每次出去玩的时候看到这种东西我们就不想买，但是回去了之后又想着当时要是买一个就好了。我没事啊，可以打开拼多多买啊，还便宜一些呢。但是意义不一样。他们反正也是从拼多多上买，他们也是从义乌进的。对，到时候买说哦我去了好多地方呀，我买了有100个冰箱贴，结果一打开发现全部都是义乌的，一个厂出的。Genius， 这就是 Chinese。 直接去义乌不行了吗？这都是情绪价值，你懂不懂？也是情绪价值。嗯，不出门旅游全国。嗯，不解风情是不是？云旅游。我还是觉得应该拿钱去买吃的。哦，这个倒是。买什么吃的？买个淀粉肠吃。嗯。哎呀，没买的了，买淀粉肠。他在旁边呢，他有点不舒服。因为觉得鼻子就有点不对劲。前两天我们两个喉咙都很痛，我们两个起床之后喉咙都很痛，但是我一下就好了，他还没好，他越来越严重。好多了，哎呀，我这头一回你们回太原，就是在长沙住了好久。回来太原以后，第二天，他鼻子里面都是血，干的。是第一年吗？就不是，就是头，就第一次你俩回去。哦哦。过年。哦哦，那就是去年吧，前年。前年。前年。啊、哦，夏天的时候。是。北方干嘛？对。北方是干，他就会鼻子会流血。经常会出血，但是我从来不流鼻血。它也不是说流出来吧，应该就是会有血，对，会这里那个形成有一层膜这个样子。我告诉你，他说的，我跟你讲他多懂事儿哈。嗯。他上大学第一年，过年不是回家了？回去以后，那天一晚上让我吵架没有睡觉，因为啥？因为那天可能我累了，或者是睡里窝出来，就是咋呼噜，吵了他一晚上没有睡。我说第二天告诉他，妈妈，我昨天晚上没睡，你呼噜正常。你为啥不推我一下？我这酒能打不？他说是，第二天我要上班，他能在家睡一天，所以他因为他知道我的毛病，一旦推醒了我就不能睡了。嗯，哎呀，所以第二天你看他还是他好，推也推不醒，嗯，放肆推。我睡觉轻，我睡觉轻，他知道我的毛病，睡觉轻，只要一醒来肯定不能睡了，所以他就说第二天我要上班。完了，他可以睡一天，所以他就没有把我推醒。嗯。然后我睡着。嗯。我第二天说：“我说你咋不把我推醒？”嗯。不行，推醒我就不能睡了。这么懂事呀、啊。但是小时候也没有嫂挨打。也不是谁子打你吗？嗯、不老了也打你吗？我没有嫂挨过打。你是为什么挨打了？不是很听话吗？不好好学习呗，看起来也不是很听话的样子。不好好学习就挨打。上了高中就不好好学习了。嗯，我是初中的时候成绩挺好的，高中的时候成绩就一般了。他就是上普通，就是上我们那边，那是一类重点，就是初中，就上五中，那个五育嘛哈，五育中学，直接进了那天不是给你们讲的，进那个实验班。就不该进实验班，不如进普通班。对，你宁愿当普通班的中游，也不当实验班垫底、哎、是吧、嗯、这种感觉吧。还不错了，没有进火箭班，进了火箭班估计你就垫了底儿了。嗯，没有火箭班。有普通游，哎，高中有，高中有，初中有，初中没有。上高中月入2到3万。就一开始他学的播音，跟你说过没有？学的播音，后来他不是他跟我说过，对，他去那个好像一天听了一节课，直接回来告我。后来是干什么？改修了表演了。是不是你去听课的时候，别人说你长得帅，说你条子很好，说你长得很高很帅？是我听课的时候，那个老师跟我说，你文化课能考多少分啊？我说考多少分？他说那你还学什么播音呢？对，一开始去看那个面试。哦，播音文化分高。文化分要很高，对，不应该考不了那么高。因为那个那什么，
你就到时候艺考的话，你要是学表演，你可以，播音也可以考。但是如果你要是学播音，你表演不能考。可以考啊，可以考，我考过，不行吧？可以、啊，我是学播音的，可以啊，是吗？我可以考，也可以考表演，都可以考。以考嗯、哦，我记得我还记得那会儿谁说了，就是好像是报考播音的话，表演不能考。可以考，都可以考。我一般都是两个都报，对，一般都是两个都报，因为有的学校它就是有的这种表演，它只考遍半个中国都没有，全是他自己，他一个人去，一个人也没有吧，跟朋友嘛，也跟同学一起，我知道嘛，嗯、就没有家长，就是像一般不是孩子们艺考都是家长，我也没有，我也是一个人跑的，你们。很少有家长陪着的，因为有那么多时间。那种我跟你说，那种就是说家里是大小姐的，都是家长陪着去。哦，他就是就是家庭环境非常好的，都是家长陪着去。少爷小姐呢，少爷小姐们，是的，我文化课确实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只考了460分，470分吧，不是很高。你、yeah. 确实不是很高。但是都努力，你看跟谁比？不是很高吧？你要跟我比还是挺高的吧？一点点，对，跟他比还是很高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看分的那天晚上哈，到12点了都进不去啊。嗯。睡得半夜，我看他估计是一激动，我都睡着了在床上。完了，他都3点多，一下子妈妈哇一下子，我一下子就坐起来，我第一反应就是分出来了。那激动什么的，好像也没考得很高啊。但是不用复读了哦，正好压线。当时正哦对，当时正已经拿到了，就过了一分，不是，就过了一分。对，就是压线，就比那个线高一分。最后第一句话，有大学上吗？但是他这个大学还是蛮好的了。对呀、啊，在那个艺术院校里面算很好的了。他算一本呀。算很好的了。是吧？嗯，它属于国家补贴那种，真的就算可以。专业好吗？还是嗯，这本来，对吧？虽然艺术那个文化文化班确实也重要，但是专业还是重要。考官都是看长相。那看学表演不看长相，看啥呢？3:7的比例，就是对评分。文化分算三嘛？对，对吧？嗯。然后那个艺考分算7嘛？我记得你告诉我说是那个即兴表演是吧？幸亏说是那个考官比较喜欢他，不然的话，他自己看了一个表演都，即兴表演真的都想吐。嗯，什么时候？哎呀，即兴表演不记得了。你不记得，回来就跟我讲。哦、嗯。我即兴表演都还可以啊。是吗？没有吧，就是确实还可以。我即兴表演直播的时候，即兴表演也不错。我只有2场即兴表演发挥的比较好，然后就拿到了那两个学校的证。是吗？嗯。他能报的，其他的都没有。能报考的全部都报了，全部都考了一遍。他的意思，你的意思，当时告诉我说的就是想，就是去各个学校去，各个名校去看一下，感受一下嘛。感受一下，对。再有就是想出去玩一下。确实、嗯，因为除了考试，其他时间都是闲的。回来你不是说了，上戏的那些的，就是师哥师姐。好帅，好漂亮。那么，考，这是这种复考，就是当考场监督的那种学长学姐、嗯、是吧？是的，确实。好漂亮，好美。确实，就是当时有个上戏的师姐，老漂亮了，因为她考场旁边不是有个那种便利店吗？嗯。然后那个好多艺考生聚在那里买吃的呀，还干嘛的？然后她就从那个门口进来之后，所有人都在看着她，美得爆炸，你知道吗？她进来的时候就是身上有光。真的哦，好吓人，完美级的那种哦。我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见到长得那么漂亮的人，天哪，不会是米老鸭吧？然后我看完她的长相，其实我就没怎么想考啊，因为实在太漂亮了，是吧？哦、好吧，我觉得太难了。他火了吗？我哪记得？我又 不记得，我又不知道他长啥样，不是，我又不知道他叫什么。哎，学表演就是。肯定是看脸的啦、啊，学播音才会看声音，对啊，才会看那个什么，也会看脸嘛，也有学校是看脸的，嗯、但是您这个嗓音条件还是最重要的不？嗯，是吧？嗓音还是这样。但是像那种好点的学校，他就要求你长得很端正。对，小白，妈，这是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是豆哥呢。不是，他妈妈。哎呦，这很早之前的视频了。嗯、对。这就是他那个军训嘛，就穿着这一下子。穿完了。我们这个小白穿过的裙裙，这个阿姨拿过来给小米穿了。就是上次那个小米，
没有过年的时候穿的那个衣服吗？是，哦，不是那个，是那个纱裙。纱裙还没穿过是吧？没穿，还没穿过。过年穿的是之前我红色的那个，给他买的那个蝴蝶结的。传承。这个纱裙是小白穿的，就穿了一下子，后头就再没机会穿。对。胖的，哎呀，我的天，撑得满满的。怎么不算一种传承呢，老铁们？算是吧，算是吧，也算吧。豆哥没穿纱裙，我这是我以为是豆哥穿的纱裙。他妈妈才叫我听话了，哦，特别乖，是吧，姐？是豆哥他妈妈。对啊。特别乖。嗯，是豆哥他妈妈穿的纱裙，豆哥的妈妈，知毒。现在想起来真的，好漂亮，他妈妈真的。妈和豆哥长得一模一样。嗯。豆哥的嘴是花尖，因为他是公狗，小母狗是平脸，哦，就是脸又圆一点。嗯，豆哥他妈妈。后来小白发福了。后来小白胖，发福了。嗯，也发福也没有多重，也就是五斤多重，因为他也小嘛。嗯。但是糖豆比他妈妈还小，体型。嗯嗯。豆哥真男人。怎么可以这样？笑死。他是5岁男宝宝，6岁了。对，六岁如果算狗的年龄就是40多了。嗯，6 6 8 48。嗯，48。40多了。比例小狗是。怎么了，姥姥？啊？你睡吧。你睡吧。睡吧。大狗是就是大体型是1:7的比例。嗯。就是1岁顶7岁，但是小狗就是1岁顶8岁，1:8的比例。你不睡觉？我早的。豆哥中年狗叔。豆哥也进书圈了，豆哥也进我们那个书圈了啊，都书，妈，那中年嘞，老铁，中年了，已经是那个魅力豆书了，魅力豆书，没事，不油腻就行，现在给他穿个皮衣，别说我们豆叔和米米啊，豆叔和米米我估计呀，啊，是难得见面的。皮衣还是貂？穿个貂皮大衣。没事，他有貂皮，他有皮毛。我们豆叔和米米是难得见一面的，隔得太远了。嗯，米米坐飞机啊，米米还没坐飞机呢。嗯，是不是？有几只小狗能坐飞机啊？ 我感觉一听说是要托运，我都。真的不怕，害怕，可以不托运了。现在可以把给狗买机票，对对，买座位，嗯，坐你旁边。太贵了，比人的机票要贵，贵好多。别说网恋了，我米米不谈恋爱啊。我米米独自美丽，谈什么恋爱啊？赶紧给他做绝育。独自美丽啊。你要不做手术，开车就一窝也得让他下，不然的话他会。得病，对，嗯，对。我记得以前，你记不记得咱们那会儿遛小白的时候，有一个那个，小雨，就是那个小花豆粒，嗯，他最后不是得了那个那啥，就是子宫蓄脓。嗯，就是他如果他没有就是那个的话，嗯，他那个很麻烦的，起码得给他绝了之后，带他出去玩，那小公狗就看着他就是馋，但是没有那个，没有办法。馋我们米，是不是？要小心啊！毕竟是美女嘛。她只是不会怀孕。我只是让她在这里露面馋一下，你以为还让他们就是接近她？公主露面是吧？公主露面。露面一下。露面一下，不会让她接近的。就回归了。就回归回归回归哪里？回归什么出专辑吗？复出，吓死了！女明星术后复出，卡卡多，不知道哎，还有电啊？没有卡卡多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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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回归杰林银行。好，豆叔考虑出道吗？嗯，不考虑的。豆叔现在练习生都当不了了，年纪太大了。
大龄学生都没有公司要了。嗯，各位。潦草米，潦草米倒是马上要回归了。你我们米哪里潦草了？我米那么美。嗯。人见人爱，人见人夸，好吧。懂不懂？人家花见花开，车见车爆开。我每次把那个米米带出去，回头率老，回头率超级高。糖豆都是，不用说是米米了。哦。糖豆都是。豆叔也是。我背着那个小包包这个，如果它不动的话，那回它一扭头碰到，哦哟，我还以为背个洗碗去了。确实，它那个叫什么？糖豆它就是在你手上它就不动了，嗯，是吧？是的，它在手上它就不动了。米米在你身可要板，阿姨回去了就潦草米了。嫌谁臭啊？豆叔吗？我们上次回去，豆叔已经很久没有洗澡了。那这回就是提前人家告我了，这两天就送过来洗吧，过两天就关门，不能下雪。我们上次那回去不是咱们我和他在家给他洗的吗？对对，关门了吗？刚你去的晚了。之前过年的时候回去是很久没有洗过澡了。结果是谁都给他洗不了，只有我能弄他。嗯哦，谁都洗不了。是的，只有我知道该抓他什么地方能让他老实了。嗯，买个烘狗机，往哪放呀？没地方放厕所。回家干啥？在哪儿播不是播呀？嗯，就是催着回家干啥？外面下这么大雨。对呀、啊，外面下这么大雨。对啊。噔噔噔噔噔，下雨可以放啊。那我们要去放吗？我们没伞。他我感觉是在那种，不知道，感觉是那种平台上放的。嗯。岳麓山橘子洲头。天好热，人好多，今天。嗯。不出去放了，肯定不出去放了。外面下雨呢，不出去了。他在旁边呢，还有点不舒服。又去催，我都不知道该选歌选不来。我想找个应景的音乐。嗯。可以吗？这个。可以啊。可以。嗯。人好多，天好热。这还可以吧？嗯。这个也还可以，就把那个短的那个给切掉了。嗯。矮的那个，就这样吧。走路有点像那种校霸。校霸。两个人走不动路呢。就是我在前面走，后边跟着俩保镖。嗯，那呗，走不动路呢，走路也像，这不像点校霸、啊。岳麓山橘子洲头，人好多，天好热。嗯，真的是。真有点儿，真有点像点校霸。看你的延迟，说半天了才。周六吧。周六什么时候带那个？但是我们也就只能带到手上有的东西，最近没有什么新的东西。喝水。我看给你们收拾的，往回拿个东西。哎呀，不开车哈。嗯。嗯。明天再拿吧。明天。嗯。很多东西吗？那搞个袋子提回去也行。一个锅。锅抱回去也行。锅、案板，还有两个箱子。嗯。我说你们也不开车，我说真的是。嗯。
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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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哎，我刚刚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，还在放呢。放啊，今天肯定一直要放。发烧了？没发烧吧？我刚刚还以为没发烧。稍微有一点那种热不要紧，你回去赶紧把药喝去。嗯。哎呀。你奶标怎么肿起来了呢？发烧了，热汤。我还说了，今天也没有见你说出汗脱衣服，说你叫啥？但是前两天就比较不舒服。嗯，没敢脱，因为出汗了。嗯，怕风吹我们难受。是的，所以一直。现在还是长大了稍微好点了，小时候特别爱发烧，一发烧就是半夜。你看嘛，肯定是扁桃体肿了，就发炎了。小孩一般发烧肯定是扁桃体，完了就开始输液。你小时候身体这么不好，为什么长这么高啊？身体好不好跟长得高不高有啥关系？肯定有关系啊！一打点滴一个星期，是吧？小时候经常生病吗？我小时候不经常生病。那你怎么没长那么高？分组了，对不对？那不生病不一样。你这个人真是搞笑。你记住，一般南方这边它不会长得太高，水土的原因，知道吧？一般个子很高的基本上像刘翔的上海他都属于特殊了。哦，确实说的也是对的。南方他又没看到飘萍。你这就是在南方里边就算高个子了。他说我是虚高。谁呀？我呀。那边人说我是虚高，你是三高。三高。糖高血高血压高。确实是的，确实是的，确实是北方人长得高一些。因为他们不是说北方人爱吃面食所以长得高吗？水土不一样，水里也有长得不高，里面也有长得不高的。对啊，我觉得应该就是看青春期能不能吃哈、啊。还是营养跟上。确实，我那个时候天天吃肉。全靠吃，你不知道他小时候吃肉，我的天，就是要吃肉，但是瘦的呀，皮包骨。哦。我矮肯定也是不矮，老铁，我快180，我肯定不矮了，矮肯定是不算矮的。哎呀，姐姐。你说我的这个锻炼的那个能吗？妈，阿姨都要肱二头肌了。嗯。嗯。算还可以的了。嗯。但现在小孩都是越长越高。现在孩子没有说是那小个子。嗯。现在小朋友都吃营养都跟得上。对，大家都是对小朋友的营养都那个。还是靠吃。我们小时候都是放养。嗯嗯。多喝点水。嗯。好像有热水。你对的，倒点儿进去。我背这个这儿这儿。对，现在我感觉现在年轻一点的父母，他都很注重孩子的那个各种营养的搭配。我们小时候都是放养，嗯，我们小时候都是放养，你爱吃不吃。现在发现小孩在学校吃饭都可能吃了，在一块混的，嗯，都特别能吃。主要是我妈以前他在看弹幕呢。以前小孩不爱吃菜，没办法，对不对？嗯，就不吃了。现在小孩不爱吃菜，还可以用别的方式，吃维生素啊，对不对？嗯，吃那种这种东西。他在看弹幕呢。衣服挺小的呀。我小时候啥也不吃，我也不矮，你可别说了，1.80米呢，你1.80米。妈，收拾人气票，妈，怎么在打人气票？我觉得妈第四啊，真厉害，老铁。我觉得你应该是，算了，我忘记我要说什么了。我应该是。不是你，刚刚你说了我什么弹幕来着？我忘了我刚刚说什么。吃的不多，但是长得高是吧？吃的不多，但是长得高。你可能吃过忘了。谁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你别问我，已经晕乎了，老铁。现在就是嘴和脑子都分家了，已经。嗯。嘴上在说什么，一会儿问他，你刚才说什么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不吃头孢。已经晕乎了。我没怎么吃过头孢。我告诉你，那是后头你没事了。小时候青霉素你都过敏，头孢。哦。但是大了以后反而能用了。嗯。头孢那东西，那你要是过敏的话，那要命的呀。我也
我也研究一下那个贴纸。贴纸在哪里啊？贴个小贴纸在这，装饰贴纸，文字贴纸。我只要一发特效的，好玩着呢。我一家子都爱玩特效。在你的眼睛上。等一下，我先改一下这个。过了个年，过得我又长了好几斤，肯定。OK。不过几天就恢复了。你锻炼的规律，他一会儿就那个了，一会儿就没有了。我们教练说是像我这突然长几斤，再恢复的话很快。是吧？嗯。因为你的身体已经习惯了。嗯。是吧？好像我在说话哦，有点像我在说话这个地方。这一天我每天在那边练，没说话，复习我的，没有，复习我的脖子。啊，妈呀！每天晚上我在那边说呀，练这么一泡子。嗯，因为你的脖子。他一上都私教课。强调第一张。不行，我得换上鞋来了。那天我就穿的拖鞋，快掉了。穿拖鞋太不得劲了。哎，停！这不能打那么字呢。人气标第一张很重。我的药呢，大哥？我的药呢？哦，只有八个字是吧？麒麟，你给我数的，我看我能做几个啊 ？OK， 那你就把狠字删掉呗。一、二、三、妈，四、五，我说妈呀，这做俯卧撑了。六、七、八。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妈，做十五个老铁！哎呀，妈，一做俯卧撑做了十五个，累这样还能做十五个俯卧撑？哎呀，那我们那就那几个教练是，这就，哇，好标准。确实标准，确实标准，确实标准。而且我做的这是胳膊要没劲了，要不然的话应该能做二十个。我没有做像那么多，做完以后气喘吁吁的，累的。来，你也给大家做一个。你能做几个？做一百个。不知道。做不了多少个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不知道。最后反正那有那个会员，这男的都说：“哎呀，我最多才做四五个。”是。反正我们的教练说的，下回要是再有那种会员比赛，啊，他说是我给你报上，说不定能得个奖呢。妈，我 PK 一下，哎，得了吧，哎呀妈。PK 不赢 ，PK 不赢，我只能做半个。你坐着坐。啊？坐着坐。那我坐着可以做两百个。你在那播，他在那看，我不同意，真的。什么才艺呀？什么都是才艺，妈！
王板的那个就是他有点不舒服的躺着呢，完了把小碎子搞掉了，看你，哎呀不会不会，人气榜，人气榜如果拿到前三做一个可以不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你都这么说了我能说不吗，你这说着我，你这说我会等枯树正出芽，我觉得好像应该不能开车啊。嗯，没事，就停在这里，这里不贵，一天就五块钱。是吗？嗯呐。哦。不是，我就说了，还是不用侥幸了，保险一点。嗯，又不远，反正。哇，下的好大。人跳也心愿单吗？不知道啊，之前有，现在不一定有了。底下亮灯也啊黑了，看不见了，是吧？对，有位亮灯能看见，就是设置一下，现在雨还是很大，现在雨还是很大的，老铁们，我会等枯树生出芽。王宝已经躺下了，王宝已经躺下了，已经那个叫什么了，醉了，榜一大哥已经躺下了，快睡着了，榜一大哥。晕倒了，榜一大哥晕倒了。主要是东西，东西好多，东西不在这边，如果在这边睡的话，洗漱的牙刷呀，米米没吃饭的，再加上米米没吃饭，把他饿死，我们米没吃饭，你明天回去他都已经饿的这前胸贴后背了，饿，但是怕缺水。嗯呐。千万不能缺水，不缺水它都要生病。米面是得让它吃的。笑死！待会打个车吧，没事。嗯。等会等你们打完了，然后我们就差不多收拾一下。就下去先下，然后打个车回去把那个礼物拆了，我们就下了。他有点不舒服，让他先睡吧。这个手套你永远拿过去吧。嗯，那呗。嗯。你洗碗，洗饭的时候用。嗯。不行，今天湿度湿度。东西太多了。可以低一点东西走。嗯。把碗和筷子那些可以。妈真第三了。
怎么办？我要做俯卧撑。几点了？52了。要先下，然后回去再开呢。嗯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因为我们要拿东西，要拿东西，要打车。对，回去拆个礼物吧。嗯，那炮都没办法放，怎么办？先点一个那个，先放一个。没事，只有一个呢，有一个小箱，只是有一个小箱子。但上面已经写了，所以我不知道是什么。上面已经写了，我不知道是他用那个包装箱还是咋的。那箱子就叫泡泡玛特。我不知道是泡泡玛特是什么，但上面写的泡泡玛特啊。我不知道是什么，来。前面吧。现在从外边。没事，就在这儿就行了。伸到窗户外边。这东西又不会爆炸。哇，下雨。但是呢，它会飞火星子。这挺滑稽的啊。嗯。星子跑到家里。飞呀放，我们小时候叫这叫滴滴精，现在叫仙女棒。这个不会烫，这个。是吗？嗯，不会烫。就，喷我脸上。不是，你家里边太呛了。好像有烟。对。不会烫。我们小时候经常玩这个。嗯。现在泡好贵了，现在一挂电话就好。在这么高放，才是能够先看到我们。那你现在如果在顶楼放呢？顶楼不让放。我不允许他放。啊、哦！我先点了，没了。才是先看到我，你没了，才是你能看到我了。你是压轴的。好，现在才是只能看到我。好吧。人家不知道怎么设计的，设计的用什么东西。嗯。啊。好。找个形式。哎呀，呛。找了个形式，老铁。意思意思。怎么地也是下够的，够坚持。那我一会儿连着一起扔掉。根本拿不走。这从哪杀出来的？天，他们助力人数太多了，老铁们。那鸡爪就被吃不起了，就吃的。这个叫什么？人机票的，隔一段时间换一批人啊，一点都不眼熟了。
已经晕倒了。看到没，很妖娆。东西太多了。东西太多了吧？真不可能，还有米，还有调料，还有锅。脑子晕了，感觉是有一点点小感冒，因为这两天温差太大了。其实也不是别的，应该温差太大了。天哪！一下冷一下热的。这两天就是流感。嗯。刚刚看你们直播，我看你们都重影的。是吧？对，我不是说了，差点剩下半条命，整整在床躺了三天，下不了给我。那几天可把我折腾坏了，一下子掉了不到100斤，49.几了。上不去呀、啊！筷子是不是全是你拿过来的？筷子是吗？都是吧。筷子全是我们拿过来的吗？是的。这是里面有筷子。这边有几个勺子。嗯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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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这种人啊，我怎么会嫁祸给别人呢？我会是这种人吗？这样吧，我真的崩溃了。好啦好啦，你不用做啦。做99.9是吗？99.9，99.9做，我想13个吧，我顶多只能做13个了。你坐吧，我坐你身上。你坐我身上，那我是半个都做不了。我顶多只能做13个。好吧。不能太多。湿了，做不了了。我也能做这么多，我比他少这么一个吧，13个。我以前啊，没有钱去。我以前大学的时候，我大学的时候没有钱。做这个俯卧撑越慢越吃力。对，是的。啊，所以就是。就爆发嘛，快就爆发。对，爆发你就是一口气。我如果要快的话，也能做十几二十。嗯。但是我要慢的话，
越做越费劲。慢着练肌肉，快去塑形。我大学的时候，我大学的时候那个叫什么？没有钱，没钱去办健身房的卡，嗯，就只能在寝室做俯卧撑。你好有毅力啊！我大学的时候攒了好久的钱，办了一个健身房的卡，然后没去了，然后每天去洗澡。你在太原也办过呀，步道健身。哦，别给他打广告。去了就没有，去了一次多少两次的？去了很多次啊。是吗？嗯，去上了个私教课。你这鸡爪子跟泡菜不吃了吗？不吃了。那我扔掉了。嗯。憔悴的都，妈，不愧是榜一大哥，是不是？嗯呐。收拾一下东西吗？嗯，去收拾一下东西。还有什么呀？那边的种子是哪个？这个箱子和这个箱子，还有个锅，大米、案板，东西多了，还有那个绞肉的那个箱子。这锅也是我们拿过来吧？是这个还没洗了，等一下我得洗。这个碗，这也是你的。这碗都拿回去，这都是咱家的碗。嗯。还有一个透明碗呢。透明碗也是你们的，也拿回去。不想要，扔这儿。嗯，拿回去，干嘛要不要了？这败家孩子。败家孩子。嗯。是不是败家孩子？来，把那个小碗给我一个。对。这个倒一下。这是好累。先拖出去。万一你姥姥明天早上想吃的，多留一点点吧。腰啊。我最近伤到一个人，我不要紧的啊。这个，这个吧。这样。小曹。这里。这样。哎呀，还有一双筷子。鞋子，然后十字锅。我根本拿不了。就不想要洗。还有一只这个。健身都是用牌子，其实腰没那么细。还有一只这个。啊。好。他收东西呢。因为很多东西都是从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民宿里面很多东西没有，都从家里拿过来的。这枸杞是我们的吗？别，不是，我是干什么？我是骨架小，老铁。这个呢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莲子。防御力倒是确实是高。啊，贴纸可以拿掉了。我是骨架小，他是骨架大。那是那个就是底下的那个垫子。底下的垫子。就是，对，那是底下垫的那个。里边的刀片呢？不知道了。盖子。等一下，我擦一下。哎呀！哎呀！其实确实是可以，就是到时等一下直接把它搬到车上放着，嗯，是吧？搬到后备箱放着。对。对，我可以给你们一起往下送。嗯，这也是我们的吗？对呀、啊，那天不是要绞肉，没有绞肉机吗？然后他买的那个、哦，当时买了一个便宜的，你们将来要买肯定得买好的。嗯。把那个放在上面，然后在上面，那个机。这全是你们的，哎，这个，这肯定是，
再找一个箱子啊，找一个箱子把那油盐酱醋。箱子，拿个大一点的箱子，那个米和那个油盐酱醋就都能放在一起，嗯，是吧？这碗也都是吧？碗不是，碗就是就那三个是，嗯。这个碗，那个大饼的一个脏碗，嗯。对，就全是。采调料都是的。对。他说他这就半瓶那个生抽，剩下的全是咱们的。这个是他的。别把别人小孩带走了。啊？标壶也是我。对。那什么，那三碗的那个不是这个，对，还有安保，都是。安保我们家有，不要了。拿新的。新的放。拿回去吧。长得一模一样的。嗯，知道，拿回去吧，一定要拿回去，因为这是新的，一定要拿回去。要不就放了，明天老头屋立马过来。我拿。我到楼下就可以了。啊？不要了，家里边还有。反正这种东西用不了多久，我们搬新家肯定要买大的。送给他吧，送给他吧，送给他吧。没这。那就塞这里吧，要不你老了，明天早晨肯定要洗。藏起来，就说拿走。多少钱呢？十块钱，十几块钱，二十块钱。平躺下。啊，对的，平躺下。怎么但是因为还有一个家里，还有个锅，一模一样的。还有个锅，锅还有明天拿吧。明天拿，明天我给你。就拿个锅过去就行，正好。一个锅完了，把那个那水肯定要剩下半桶，我给你拿回去。嗯、看看还有什么东西，冰箱里看看有没有东西吧。什么的抽奖送的，这抽奖那抽奖什么都要，什么的抽。看板的抽奖送给你们。什么都要。都比他本身值钱了。都没有开那啥，拿回去吧。吃，这橙子你们留着吃了呗。橙子你们留着吃了呗。不吃。感谢橙哥，感谢我们橙哥两只小鸡，感谢橙哥。嗯。拿不了。附近肯定没有了，附近没有，肯定没有了吧？当然没有啦。我告诉你，现在饺子蒸走了吗？没有，我怎么办呢？从这里边。喜欢真诚的接力。装塑料袋，不过回去也有啊。好，直接装塑料袋里冻到冰箱。要不这个先放着吧，你明天，哎，你明天也不好吧？哎呦，就是没有，怎么办呢？不行，这个得明天拿，你们晚上不开车。嗯、这个要不还得拎回去。哦、嗯，你要是能行，就装个塑料袋，你直接拿回去。装塑料袋，我就拿手上。对，直接拿回去。我最近长啤酒肚了。四周今天逛了超市，怎么带的？嗯，真诚的人不说假话。我的啤酒肚。苹果汁。这东西能有多多的？嗯，我们来的时候拿了这么多东西吗？嗯，对，因为不是一天拿来的，今天要拿个锅，明天要拿个勺子，明天要拿个。这个也是我们的吧？对，我就给我洗个一下，洗个一下，直接这个可以往车上放。嗯。你、嗯。有也看看，没有也看看。这可能比买的速冻饺子好吃。嗯。
鸭子把你当铁子，你把鸭子当傻子，铁子铁子把你当傻子，鸭子把你当铁子，铁子把你当傻子。宝宝你渐渐的。走吧，走吧，我们先。哎，这不行，一会儿还得上来一趟，拿不了，先冻子这里边，一会儿往那拿了。行，那我们先下了，先下了，等会儿回去拆那个，到家了拆那个再开了啊。嗯。先下了，往下拿东西了，搬东西去了。望远镜。哪有望远镜？哦，真的呀。什么也看不见。那个是花瓶，花瓶哪里可以插花嘛？插不了花嘛？哎，落下一个，哦，这个样子插花。还有电池，你们也拿回去吧，这是新电池，嗯，你们肯定能用得着。嗯，我看看哪里。装兜里。米老鸭在哪里？我兜里，看，没有了。花瓶啊，我的老天爷！嗯，这个。卸个绑。嗯，卸个绑吧。意思一会儿你们回去再开。嗯。不是望远镜，是花瓶。是花瓶。感谢我们丹儿丹儿。感谢丹儿丹儿。感谢我们鸡娃儿啊。感谢鸡娃儿。感谢我们亚米。感谢亚米。感谢我们看不见。感谢看不见。感谢我们 darling。感谢 darling。感谢我们小五。感谢小五。感谢我们成哥。感谢成哥。感谢我们小迷你加奈。感谢麦芽糖。感谢我们乙虫汁。感谢甜瓜瓜。感谢我们冬柠茶。感谢窝窝姐姐。感谢我们微星阔轮。感谢徐友。感谢我们没有鱼儿。感谢糖醋香菜。糖醋香菜。感谢我陌上烟雨摇儿，感谢 LJ， 感谢我偏气飘飘儿，感谢表情人，感谢每天的睡懒觉儿，稍等一下，感谢追剧不用加，感谢后退退老师，感谢小顺啊，感谢玉言老师，感谢我们繁星啊，感谢白米饭，感谢我们盼盼捞面包啊，感谢木纸呀，感谢各位。等一会儿吧，等会儿我估计回去也得十几分钟，十几分钟吧，先搬下去。哎，一会儿那啥，把那个锅。你会见，你会见，宝宝，你真的是喜欢见面呢、啊。不许和蒙兰一起过指尖节，你怎么知道蒙兰没有喜欢的人？万一蒙兰有喜欢的人，好吧，蒙兰说不定没有喜欢的人，但是你和蒙兰过指尖节，那又怎么样呢？那又怎么样呢？等会儿见啊。嗯。看着小草莓了，是不是起来上厕所啊？又起夜了。哎，等会儿见啊，等会儿见。哎呀，我看看是谁送来的飞机，我看。是谁送来的飞机？在哪儿呢？谁送的？在哪儿？哦，原来是小草莓呀。不是。是小草莓企业家，刚落地，看，别人是坐飞机呢。别人是企业家，小草莓是企业家。我在说什么？看，啊哇，人家坐飞机刚落地，我真是服了。那你是我看看飞机家，快坐车吧啊！快坐车吧、嗯，先回去再说啊。嗯，快坐车吧。拜拜。嗯，等会儿见，等会儿见。Grace， 拜。感谢小草莓啊。明天，明天那个叫啥？你把东西都放到后备箱里边，我们行李你咋装呀？没事，拿回去。来，你发什么疯啊你？发什么疯？Hello， 我来拆开箱了。哎呦呵，哎呦呵，哎，发疯，在这发疯。还是别传染给他。好，胡说，我擦一下镜头啊。好了。哎，好，好。
你又在发疯，发什么疯呀？这个背景啊，这个背景不就是电视那边吗？这背景是电视那边啊，平常我们这是朝沙发那边播的，这个背景是电视那边。嗯。我请问呢？很容易猜到是什么吧？我请问呢，我快递就长这样。老铁，这我需要猜吗？这猜一下 boy， 我需要猜，上面写的 P O P M A R T， 快拆吧，完事。真直球啊！哎，刀呢？小刀呢？有没有小刀？没小刀，没小刀，我用牙，好吧，扯开吧，拆一下吧，我看看是什么。有指甲刀，有指甲刀。正好等一下剪个指甲。好。这我需要猜吗，老铁？你说现在买不那个，买不了那个叫什么？买，不知道买什么，就买泡泡玛特啊。我后面这个吗？这个路飞吗？妈，这个路飞100多。200。有200吗？200多。不是198吗？还是啥的？那不是200吗？哦。妈，这路飞还能发亮，老铁。不是亮灯了，新房子还没好啊，新房子还没好，古董灯还在啊，当然了，对啊，古董灯当然还在了，怎么会扔啊，花那么多钱买 这古董灯贵得要命，老铁，古董灯，古董灯还行，这个路飞很大一个的，那么大一个还能亮，等会给你们看一下能不能亮。不是，你现在买这个干什么呀？都修好，可爱手了，喵喵。没修好的。打开看看吧。看一下啊，不如见一面。不好意思了，不如见一面。原来有好几层胶，我觉得只有一层了。还是个素房。不好意思啊。400的，这么大小肯定是400的呀。怎么会是1000的？侧面还有岩石的泪，这是我蹲了好几晚在直播间抢的。是吗？哦，天哪，这东西限量的。对，但也有可能是他在骗我吧，但反正我每次点进去想买都买不到。我是最后一天去的时候，他说正好空出来3个，然后我用最快的手速买了。是吗？嗯，其实闲鱼上面也有，但是我怕有假货。闲鱼上是吧？哦，闲鱼上会比这个，比他官网会卖的便宜一个，大概100多吧。是吗？但是不敢买，我怕是假的。这是，是他的身份证吧？身份证。嗯。身份证。应该是可以写贺卡，但我忘记写了。是吗？哇塞！见一面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好看，所以我才会去蹲。要是不好看，我就不买了。这是情人节出的吗？是的，情人节限定。怪不得早早就买了，不让我看呢。早知道哪天是你睡着，偷偷把它拆了。
是什么？有个石块放在手上，一把枪。Oh my god！这是右手的吧？回家了。可爱的是呢，喜欢吗？喜欢嘟。你走开。那这个首饰，妈，他手套呢？枪放在上面。这个首饰拿爱，哎，他说可以拿爱心的。怎么拿？不知道。这个手吧？不是这个手，哦哦哦，这个手。对对对，哦，对的。这个手可以放爱心，然后也可以放枪。对，我买的时候是放着爱心，没放枪。哎，我觉得真的很可爱啊，这个哦，好看嘟。嗯。哒哒哒，枪放这是。真好。一下子感觉威风起来，是不是？嗯，威风起来。嗯呐，你头盔戴什么了？特工。特工。击毙你。可爱吧？这个真的很可爱。真的很可爱呀。还是爱心好看一点。嗯。哎。真的很可爱呀，粉色很配我。嗯，它后面也是这种粉的，然后里面有很多这种小球。我适合这种粉色的耳机，到时候搬家我就买个粉色的耳机。行，那会发光的粉色耳机。行，是不是？头盔磨没撕。但是我们现在也不会摆出来。不好意思，贵货。没事了。谢谢老公。嗯，怎么了？没事。感谢大大呀！感谢，感谢大大。也没人莫名其妙送你一个，没人给你送，我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有没有人会送你？感谢双立，感谢不上你，感谢不上你，感谢我小双立，师徒，我非常的喜欢，喜欢就好。嗯，枪毙你们！感谢上你，抽奖谁是抽奖抽了？抽奖抽，我看你是做梦没睡醒吧？抽奖把这个抽了吧，把这个抽给你们一个胶带纸。我看你是做梦没睡醒吧？抽奖抽了，走开，咪咪，走开，烦人。哎，以后家里肯定会很好看，这些东西摆在家里，摆在家里底下，就是我们那个底下不是还有灯带吗？往上一打。感谢我们桑尼很多很多个小花啊！感谢我们桑尼好多好多永生花。让米子摸一下，让米子摸一下，摸一下，摸一下得了。看一下框。感谢我们冻柠茶，感谢我们唱歌破音儿，感谢我们小乖乖。感谢各位。好多好多的花花呢。感谢各位。放着吧。现在这个，现在这个家里不配摆这个。是。落灰放下。不配摆这个。好好的放着。幸福的奴，幸福嘟嘟，开玩笑呢。苏打水，把手放下，想一想，嗯，又幸福了，龟儿，又幸福。感谢我们饺子老师，感谢我们甜甜的小米呀、啊。感谢。好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们下播吃完药就让他睡了。那手枪呢？手枪在里面。在哪？
对。手枪呢？手枪呢？哦，在我脚边。哦，那先塞进去吧，不然丢了。干什么呀？烦死了！解锁节力，解锁情人节限定款。不好意思啦。不好意思啦。也不知道是谁的老公，就这么的，就是。这么的喵喵。盖得上。盖得上吗？是有点盖不上。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哦。在这里，一把小枪。嗯。你走开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哦，还是放在外面的，这个是这样。哦，感谢我们看不见老师呀！感谢看不见老师，感谢我们看不见老师的很多很多的小花，很多很多有声花。妈呀！感谢看不见老师，虽然你看不见，但是我看见喽。感谢各位。这个家现在不配放它。是的。看吧，暴殄天物。最晚最晚四月份就可以放回新家了。是的。紧咬我，扇你个大嘴巴子！我很爱，我很喜欢。我就知道你会喜欢。嗯，我很喜欢。哎，咬我干什么？感谢我们微信可乐老师。真是虎落群，皮羊被犬欺呀、啊！哎，诗雨老师要注意那个，注意安全啊！行程注意安全。咬我！感谢我们微信可乐老师的好多小花。哎，咬我，咬我！再咬，再咬！我给你们看看这个露粉。看看这个 Luffer， 在看看这个 Luffer 在下啊。哎，你在这里干什么呀，大哥？这有你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愁死了，快拿走！你在这里干什么呀，大哥 ？Luffer， 你拿着，这 Luffer 腰断了。有 Luffer， 腰也断，没坏吧？不像坏的样子。就线怎么飞出来了？对呀、啊，哎呀，走开呀，烦死了你！什么东西都要咬一口，有病！哎，腰断了，在外面，这样子的、哦，好了，这样子是完全体。Okay、各位，是它哪根线呀？就是这根吗？黑的。哎。这是个手办呢，它就是这个样子的。Luffer， 这就是之前吴老师蹲在直播间买完之后，总怕人家骗他，他觉得太便宜了。就蹲在直播间抢的，等了有多久啊？有等了一个月啊，一个多月，一个多月。嗯，总怕别人骗我，因为太便宜了。是这种的，底下也有灯。这个老鼠打算摆在电竞房。嗯的呗。你看，你看你，哪儿都有你，烦死了！坐着，不然滚回去啊！是很大一个，他还送了个小的。嗯。他还送了个小的，小的我不知道去哪了，送了个小路飞。好像是的吧。小的之前掉，不记得掉到哪儿，删了吧。那你给米米弄吃的呗。嗯。给他弄你吃的呗。好。看他吃个饭。神经病呀。但是这个倒是没什么开关，没有开关，他只能拔插头。嗯。他就是怎么说，比较便宜，比较性价比比较高吧。白毛路飞，他的五档啊，老铁，是不是最近没追海贼王？他的五档。古董都还能亮吗？古董都炸了，被发现了。吃吧，大厨。感谢啊，感谢 Angel。他不吃，他闻一闻又不吃。感谢，感谢，感谢 Angel。感谢 Angel。HX 的薰衣草庄园。感谢诗雨老师啊。感谢。Angel， 天使老师，好好好，你吃就吃嘛，
你吃嘛。他不爱吃，最近又吃零食吃多了。你吃嘛。给他吃个棒棒。不爱吃凉的狗。小狗，小狗乖乖，小狗乖乖。我学不抽烟了吗？现在。咪咪，别抽烟了。又倒了。又倒。到时候再找个502把它粘起来。咪咪，别抽烟，别抽烟了啊！咪咪，咪咪，哎，咪咪是那个马尔济斯啊，马尔济斯。他是马斯基尔。马斯基尔，马斯基尔，又抽雪茄来了，老铁。吓我一跳！吓我一跳！哪来的音乐？哇塞！感谢，感谢，感谢我心里宝宝，感谢我心里宝宝。哇塞！吓我一跳！我是哪来的声音呢？感谢我的老天爷，这么有实力。很有实力呀、啊、这么有实力老师，很有实力呀、啊、老师，感谢老师。好帅哦，你感谢。没看到，妈呀，没看到真是可惜了。我看到了，那声音老大了。看到了，然后看到了一秒，这里送的礼物太远都能听见哦。这么有实力。情人节快乐，情人节快乐 ，Thank you。老师，你也是情人节快乐哦。情人节快乐哟。不好意思啊。情人节快乐。最后我再炫耀一下。又把你炫耀。我老公送的啊，各位。老公也送了一个。他这个也有隐藏款啊。是吧，我看一下。那些。是的，有一个隐藏款。我们没抽到。啊。哦。概率是5:6。5:6是1:6。哦，1:6。特别版，但是这个特别版好丑啊。好吧，不是粉色的。好吧，情人节已经过了啊。情人节已经过了。你们这种就是说，嫉妒这个我老公给我送的，就是说已经过了啊，不用再嫉妒我了。谁嫉妒了？感谢亚卡老师。谁嫉妒了？感谢亚卡老师的小花，感谢亚卡老师。叔，情人节虽然已经过了，熬过去了吧？情人节，那个大家定的情人节虽然已经过了，但是。我们两个的情人节才刚刚开始。嗯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又封号了、谢谢各位，谢谢大家。我自己买。老铁不嫉妒，老铁割到了，行吧？好吧，好吧，那可以吧？愁死了，恋爱脑，本来就生病，还整个破帽子的。哎呀，出这个我就摆这个表情。嗯，好了，老铁们，我们就下了啊。嗯，再过两天见啊。拜拜。周五的时候见吧。拜拜。啊，恋爱脑，不好意思，这个周五的时候见吧。拜拜。让我老公早点休息了。感谢各位老师啊。感谢各位老师。大家就是虽然情人节过了，但是还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啊。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啊。嗯，那呗。
歇个板啊！感谢我们欧西的白白，感谢欧西的白白，感谢我们 Sunny 啊，感谢 Angel S X Angel， 我们天使老师啊， Angel， 感谢我们天使老师，感谢我们看不见老师，感谢我们亚康，感谢我们微信的 Color， 感谢我们大大，感谢我们诗雨，感谢我们豆泥茶老师，感谢我们饺子，蜻蜓树的，感谢我们唱歌破音儿，焦糖果冻，感谢我们小官儿，感谢甜甜小。甜甜小米，感谢我们雪儿，感谢山石榴石，感谢我们透明尖儿，感谢瑞瑞然，感谢我们是团子，感谢柠檬气泡水，感谢糖醋香菜，感谢懒公举，感谢小优，感谢蒋航家，感谢栗子，感谢糖水梨了，感谢窝窝姐姐，咔咔咔，感谢我们开心摇摇乐，感谢各位，感谢幻智老师，拜拜。哎呀，我现在看起来像老了十岁。妈，行李取到了，感谢小草莓啊，感谢我们的企业家小草莓啊，感谢我们小草莓啊，啊，回去路上小心啊，回去小心啊，嗯、回去路上小心，大晚上的，晚安，有事给我们打电话啊，没事，打电话，我先和我老公睡觉了，你自己回家，嗯，你自己回家，嗯，有事给我们打电话吧，嗯，反正也不接，反正也不接，嗯，拜拜，谢谢大家，晚安喽，我们周五见吧，周五见吧。感谢天使老师啊，感谢天使，感谢我们的乌西里伯，乌西里伯伯，乌西里老师，感谢乌西里老师，乌西伯伯，拜拜，小狗，乖乖，哎呦哎呦呦，拜拜。